我们是半只脚踏入斗宗，那小子有些古怪，正好给王禅练练手。雷尊者，让他们占用一点大会时间吧。 此事因你而起，便由你来解决吧。若是未完成，你应该知道后果。师尊尽管放心，此人辱我黄泉阁，弟子定叫他付出代价。你先疗伤，我这里要不了多长时间。 那家伙要是敢伤了萧炎，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不会让他好过。现在认输，再磕三个头，我可以让你滚下雷山。哈哈哈哈哈！小子，我会让你后悔得罪黄泉阁的。 斗宗了，若是再纠缠下去，恐怕会暴露身份，还是速战速决吧。你已经失去了最后的后悔机会。 此次不简单呐，王晨这次恐怕要输了。还没结束，胜负未分，言之过早了。六合有身诀，六合果。 斗宗又如何？我要让你见识黄泉阁真正的恶梦！黄泉谢绝！黄泉不失地！ 飞天！风雷烈烈，屹立中州！风雷烈烈，屹立中州！风影雷尊者，风影雷尊者！
尊者，这一次你倒是来得快呀！ 见老头还是这副臭脾气。我去尊者，还有吗？ 看来你对当年的那场比试，还是心存不满啊！黄泉尊者，雷尊者，当年老夫只是惜败于雷尊者，但比起某个在风尊者手中仅支撑了百余回合的人，却是强上不少。这老家伙明明速度最快，却喜欢最后一个道。 还好吧，不能杀。四名尊者都来了，真可谓群英汇聚，也不知这次大会是风尊者。若风尊者真是重情重义之人，那将是助我解救老师的最大帮手。 方格盛会开幕之日，雷山圣地乃我风雷阁所在，本尊在此感谢诸位远道而来，为雷山捧场添光。大会即将开始，望诸位遵守规矩，不要行出格之举。风雷烈烈，屹立重州！风雷烈烈，屹立重州！本届大会筛选而出的参赛者，共有53人。 老规矩，众人竞技，不可对投降认输者再动手。认输者离场，剩下的生死不论，角逐四强。现在，请参赛者入场。是啊，我支持你们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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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
哎，风离阁的人呢？风离阁怎么没人来啊？就是啊，风离阁。既然人已到齐，大会比赛便正式开始吧！开打！开打！开打！上去！仗着人多势众，欺人太甚！你我都没有胜算的。我们联手吧。地面人数太多，容易混乱出局，到时候恐怕连逃跑都是问题。
我们要凤栖二世姐，这次的四方阁大会必然是我们第一。那要问问我们万剑阁同不同意了。青云阁还没开口，和万剑阁算什么东西？打呀！不服再打呀！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雷尊者亲自调教的弟子果然不一般呐。风雷阁真是深藏不露啊，这届大会应是风雷阁胜算最大的。风尊者过誉了，你那女弟子也不是凡俗之辈，若是施展天鸾血脉之力，也是年轻一辈中的翘楚啊。王臣实力不及这几个，看来这次大会黄雀阁又要垫底了。不愧是重臣，如此年轻的斗皇强者，只是四方阁大会便吸引了如此之多。林燕，这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几年不见，林燕竟然也达到了斗皇层次，看来这些年他也有所奇遇。这家伙的身法似乎很奇妙啊，就是这左摇右摆的，怎么好像是鸭子？林燕这家伙竟然还在其中。不对，他似乎在故意驱赶林燕。输了，我可才热身呢。不要脸的混蛋，这就是你的遗言吗？怎么这样？你在干什么？这样了，你想干嘛？又死在这里了吗？你这家伙来这种地方掺和什么？秀，别出声。你怎么也来中州了？来者何人？为何干扰大会？此人无视大会规则，对认输者继续下杀手。诸位不去找他，为何还来问我？一个依靠运气闯到这里的废物，杀了就杀了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你黄泉阁的人看来也就这般素质，你能留到现在，不过就是靠着偷袭这等苟且的手段而已，有何可嚣张的？这小子真是不知死活，敢得罪黄泉阁。这人，你是何人弟子？黄泉阁如何？还轮不到你个小辈来评论。连我都看不出他的实力，这小子有古怪。我这朋友事先说了认输，但对方仍下杀手，已是违背了不可对认输者动手的规矩。雷尊者，尽快解决掉这些小麻烦，不要耽搁了大会进程。两位认为此事该如何？按照规矩办事，冲撞大会举办者雷杖五十下，逐下雷山。错可不在的，赏罚不明，
你这是想让雷尊者顶个不公的名堂。风尊者所言不错，不如各退一步，让此人带着他的朋友出场，大会继续举办，如何呀？既然你对我黄泉阁的形势有看法，那么本尊便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与王臣比上一场，你若胜了，便可带着你的朋友安然离去，如何？这老家伙一点斗尊应有的气度都没有。这王臣实力很强，若是不敢应战，那就给家师磕三个头谢罪，再拜我为师，此事便作罢了，否则你们走不掉。别冲动，